这次我们一定要干一票大的。Apple 首次现身三藩市同志博览会。Mrs. Apple is very happy to be here. 这个破碗，是他儿子的遗物。爸爸，花多少钱都会买下来？这么大一条鱼，我们从来没有吃过。Can you handle that？ 你就是那个。你就认真的把孙子给演好。Apple 就是我们行动 ATM。We will be rich. We will be rich. 不用担心。这一把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我也不相信他是哥的儿子。把你搞的啊！高级。我啊，第一个反对会叫白脸，让这出一招，把他逆过来平身啊！你都马该骂我，会帮我吃咖啡。他不是好人啊！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如果我们这么努力，到最后我们却不是接班人，那我们活着干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想验血。几米多几尺？又是月光，又是山岗，浪无后白衣。你眼里只有钱，你为了钱这样不择手段，你不觉得你太夸张了吗？我比家。你们两个就是要把我卖给阿婆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阿婆，其实我们是骗你的。你是不是明天打算上飞机穿这一套？ Yeah. 你太明显了，不可以。哦，发财，发财。